车雷文都六十度。Oh. Wow, look at the cloud! How beautiful is it? Wow! Gorgeous day! See? Did you see? Look at the mountain and the white cloud. Why are you so lucky? You live in such a beautiful place. Yeah, our grace. Well, I love Hualien. This is the only words I can say about this beautiful countryside. Wow, this tree is really good.打扰一下，这家臭豆腐怎么样？好好吃哦！哎，你被我吃成这样了。它的皮很脆哦，然后呢，有高丽菜泡菜，还有白萝卜丝，还有九层塔。这边有香香的蒜蓉酱油。这一家不用排队哦，你看，它还有卖很多。走啦，现在。来，介绍一下，怎么样？这个是玉里，现在在地人最爱的臭豆腐，叫做原昌臭豆腐。大家如果不要去桥头臭豆腐排队呢，可以来这里吃，完全不用排队，而且口味赞。好，谢谢。现在我们要走193咯，我们已经离开玉里哦，刚刚吃完臭豆腐，香香脆脆的原香臭豆腐，现在吃饱喝足了，我们要从高寮去193，然后回到瑞穗。现在的位置在噔噔玉里立垒球场。好，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已经收割的稻田，原本是绿油油的、黄橙橙的。我们的下方是秀姑峦溪，看看有没有溪。今天的蓝天白云，高寮大桥到了。这些燕子呢，为什么在这里飞呢？其实它们住在这个桥的桥面的正下方，都会有它们的巢穴。有燕子，也有其他的鸟。稻田都收割了，又再重新播种了。现在我们的位置在高寮社区，我们已经来到了花莲最美的193线。193线是可以是
一二三四，换出垃圾。这上次我来那个骑车的时候，看到这一片真的都是绿的，在三月的时候。三月是绿的，刚好六七月是黄的。对，稻谷一般三个月左右就成熟了。我觉得冬天骑这条路真的是太美，而且非常非常舒服。哎，周啦周啦，你刚唱了什么歌啊？吃什么火还庄稼呀？蚂蚱，为什么不抓它呀？蹦跶，这什么歌？你解释一下。我不知道，台湾人听不懂。我只知道这两句，就是蚂蚱是什么？蚂蚱就是这个什么蝗虫。蝗虫啊。嗯，为什么不抓它呀？它蹦蹦跳跳的，不好抓。抓它干嘛？为什么不抓它？就是它蹦它抓不到啊。哦，你抓了不是要吃它吗？不知道，有些地方的人会吃蝗虫吗？蝗虫吧。哦，不是蚱蜢啊。蚱蜢就是蝗虫。蚱蜢就是蝗虫啊。长知识了。是吗？好像就是吃的。这个请大家 Google 一下。维基百科，蝗虫。哇，这个路段很舒服，这个路段两边还有樟树。是什么祸害专家呀？蚂蚱，为什么不抓它呀？因为它呀长得是条鬼呀，一抓一蹦跶呀，小孩子不听话呀。水和看树哪个放前面？先去游水吧。好。哇哦，是凤凰花开的季节。我是左拉，感谢收看，欢迎订阅。